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的 YouTube channel 英国生活英语讲正啲。我是 Amanda， 今次咧就同大家讲一讲一啲消息啦。将会几日之后咧，我哋就有个好大嘅节日，就系农历新年。咁啊，希望呢个短短嘅 session 咧，就同大家讲少少之。資訊 ，OK， Lunar New Year， 農曆新年 ，right， 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喺英國咧，好多華人咧都會去慶祝呢個節日嘅，都係叫做比較大嘅節日。咁我自己個人本身咧就都比較少慶祝，因為都比較少去唐人街啊，或者係因為泊車麻煩啊咁樣。我覺得新來到的香港人呢，咁好多時都會應該要希望見多啲本地華人啊，同埋感受下嗰啲氣氛嘅。OK， 咁如果大家住喺 Manchester 或者喺 Manchester 附近嘅話咧，記住唔好讀 Manchester， OK， 係 Manchester。喺 Manchester 附近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有。去參加啲節目啊，去睇下個 council Manchester Council 咧，就做咗好多嘅譬如話彩燈啊、舞獅啊，或者係好多單位遊戲嘅 activities 嘅。咁咧如果大家想睇下有邊一日可以。找到哪一些節目的話呢，你可以參觀一下這個 website， 這個是關於Chinatown Celebration 的，是這個 website 列曬所有不同的日子啦，還有有什麼的攤位遊戲的。 OK， 如果是舞獅的話呢，應該是在2月6日星期日12點半開始的，大家千萬不要錯過。OK， 咁啊，最緊要如果係泊車嘅話，就小心啲，因為咧抄牌抄得好犀利嘅，喺唐人街或者 Manchester 咧，就都交通都幾擠塞嘅。咁啊，如果大家其他嘅地方唔喺 Manchester 嘅，咁好多大城市都會有嘅，唔同嘅節目嘅。咁如果想揾下你自己本地嘅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嘅話咧，你可以喺 Google 個 search 嗰度咧就打落去Chinese New Year， 跟住咧就打翻你嗰個地方嗰、那個 town 嗰個名啦，跟住打2022咁就得噶啦。咁我哋呢度咧就梗係打Chinese New Year Manchester 2022啦，因為我都係住喺 Manchester 嘅。OK， 咁如果係大家最緊要記住去嗰陣時小心啲，同埋小心唔好俾人打荷包。通常多時間多人嘅話咧，聚集地方咧就唔多唔少，每一個城市都會有一啲小偷嘅。咁啊，盡量小心啲啦。咁啊，大家可以玩得開心啲。有幾個字咧可以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喎。例如話，我哋新年嗰陣時咧都會要求一啲好嘅成語啊或者字嘅。例如話 prosperity 啦 ，prosperity 即係祝福大家係家肥沃潤啦、屋潤啦，同埋做嘢順順利利啊咁嘅意思嘅。OK， 或者咧有呢啲形容詞就係話關於和平啊同埋開心嘅 peace and happiness，peace and happiness。OK。還有這幾個或者如願以償這樣就可以說 May all your wish come true， May all your wish come true。 如果祝福大家是身體健康的就說Good health， Good health。 OK， 我可以這樣說We wish you good health， 這樣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這個英國的冬天，
同埋農曆新年啦。OK， 咁呢個同大家拜一個早年，祝大家身體健康，如願以償。OK， May all your wish come true. Right then, so we'll see you at Chinese New Year. Okay, if you like the video, like, subscribe, and comment, and don't forget to ring the bell. 可以 like 啊 ，subscribe 或者係留言咧，最緊係撳鐘仔。有啲咩 topic， 有啲咩問題嘅啦，可以 send email 俾我啦。Okay, right then. So we'll speak to you soon. Bye now.